生活警觉逐渐加快，作息不规律，精神压力过大，饮食不注意，都会引起头痛的症状。很多人头痛起来怎么都不管用，只能靠药物来。但是要三分毒，长期靠药物容易产生依赖，想要健康缓解头痛问题，教你两招。第一招，按摩一，全头穴，头部有上心、头尾、百会等穴，经常与头部各穴有健脑之功效。操作时将两手五指分开，由前发际分别向后发际抹动，如食指梳头状，手节轻重由个人自行掌握，一般来以局部感到热舒适、头皮无痛感为度，次数根据病情而定，亦可用木梳带手指浴头，本法可缓解脑部血管痉挛抽搐，使疼痛减轻，思维敏捷。二、天柱穴，以拇食两指在颈后部斜发际上方的天柱穴做拿捏动作，来回拿动个5到10遍，每日早晚各一次。本法对高血压引起的头痛、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具有较好的缓解作用。三、合谷穴，合谷位于拇指和食指之间肌肉峰后处，手法易拿捏，点按此穴有明显酸胀感为度，每次10到15遍，每日2到3次。本法俗称拿虎口，如能经常拿捏点按此穴，具有清理头目、缓解各型头痛。四、印堂穴，将两手食指屈曲，拇指按在太阳穴上，一食指内侧屈曲面，由正中印堂穴沿眉毛两侧分抹，双目自然闭合，手法以轻中有重为宜，每次做30遍以上，每日2次为度。本把古代称分阴阳节，抹后感觉头轻目爽，具有消除头晕目眩、减轻头痛之功效。五、风池穴，用拇指与食指、中指相对捏住颈后肌肉筋发际处，手法采用一上一下、一紧一松推拿，以颈部感酸胀为度，次数自定，不强求一律，左右手可以交替进行。本法能改善脑部血液循环，增加脑组织血液供应。第二招，忌口一，少吃亚硝酸盐，避免食用一些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，例如肉加工类的食物，像香肠、火腿、熏肉等等，其中含有的亚硝酸盐都比较多。二、不要食用味精，味精的成分主要是谷氨酸钠，食用这一种物质会使得偏头痛的患者的头痛加剧。三、远离酒精类的饮料，酒精也是偏头痛的引发剂之一，特别是红酒诱发的效果更强。四、不喝咖啡，咖啡里面含有大量的咖啡因，会对患者的神经系统造成一定的刺激，导致偏头痛的引发现象。五、避孕药，如果是患有偏头痛的女性，在避孕的时候不要使用避孕药，这会引发偏头痛的出现。想要跟头痛说再见，不一定要靠药物，学会这几个按摩穴位，根据自己的状况制定合理调整计划，坚持下来便可以远离头痛。这里的头痛不包括三叉神经引起的头痛，如果有类似这种状况，尽量及时就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